又 K 又冲，花心精致的沉默，斑驳的梦不再停留，给呼吸一点点，一点点自由。今天要来开箱画古龙的 KT20， 这个是刚才跟信大买的，真的很感谢信大可以割爱给我这一台。江江还没有主体啊，江江。那我们看这台 KT20， 这台 KT20 信大保存的很完整，它原则上里面的东西都在这个胶条两片，然后画古龙的螺旋桨，哇超多欸，1,2,3,4,5,6,7,8， 这到底几组啊，1,2,3,4 哦，两组桨叶都在，然后还有一个安全飞行从我做起 ，I fly safe， 安全立牌。那哇，塞得很紧，先把旁边拿出来，不重要。哎，就是这一台。旁边还有一些备用的防撞胶条，防撞泡棉，蓝色、黑色，然后跟小条的黄色、黑色，小条是这边，然后长条的在前面，镜头在这边。好，那这个是类比的图传。然后信大当初有帮忙装上 ELRS， 哦，我的充电器，因为我今天去福德刚飞回来，所以我正在充电，可能有点吵，那我到时候想办法消掉这个杂音，希望我消得干净。然后哦，这边 XT30 的充电口啊，不的供电口，然后镜头盖，信大有帮我换，他说飞起来比较稳的六叶桨，真的很感谢信大割爱给我，信大很照顾新人。我是从完全不会被他教起来，到现在稍微认识一点点的 FPV。那一开始他推荐给我买的这台五寸机，这是翼飞的 F5X， 那也超级好飞，超级耐炸，飞起来真的很。只有一个字，爽。好，那看里面还有什么，还有桨叶方向的算是小牌子，然后还有一张贴纸，黄金色的螺丝，我忘了信大跟我说这金色的螺丝要干嘛的，有机会研究再告诉大家。然后盒子里还有 QC 合格，那还有 ELRS 的说明书。好，那有机会飞再告诉大家这飞起来的心得如何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咯。对了，再讲一点，这里有一个，看不太到 ，BB
哔哔声的一个，这算是装置，这是信大额外自己装上去的。那他整台卖我，然后这下面有防震垫，算减震垫，信大自己粘的。信大手真的很巧哎、欸，太厉害了，这些都粘得很好、欸，真的很感谢，谢谢信大。微风带我抛开忧愁，化险静止的沉默，斑驳的梦不再停留，给呼吸一点点，一点点自由。真喜欢回我的清醒，影子再次和你交集，浪花带走旧的回忆，你是我温暖的动力。过去回忆让我感觉疲惫，擦干眼泪，我只想沉睡，现在的我不让悲伤肆虐，我躲在你宽大的怀中，感受你的温柔，静静等是我。